牛仔丹宁手感是软的，里面是全毛毛。这个啊，它是那种类短毛，所以我觉得不太容易掉毛。那长度大小的话，妞儿身高161公分，不大不小。所以小字的女生150公分也都可以穿哦。当你穿好腻好腻的这一面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再换一面。你可以看一下我穿着的过程中，没有任何一点点卡卡，觉得不好穿的感觉哦。好，所以呢，我的手套进去基本上都还有极大的空间。里面呢，想再加发热衣，想再加很厚实感的毛衣，通通都是可以的。那这一面呢，我觉得蛮推荐给那一种就是有小小派对啊，或者是你要拍照的时候整个白毛毛的非常可爱。黑色的话呢，它是全牛仔的、哦、一样是软料牛仔，手袖的话都是做很可爱的毛毛感，一样哦，有口袋给大家，然后可以做两面的穿搭、哦、黑色是有点小咖啡的感觉，所以怕脏的粉丝你也可以戴黑色，有点像熊宝贝的感觉。通常穿这种外套下去都很臃肿很大只，但是我们橘人家的这个是完全不会的。